阿宝光光学粉，阿宝耳朵会恢复原状了没有？你可以看嘛，那不是他的右耳朵，你看还没有恢复啊。大家需要疾病的赶紧截屏啊，宝哥在认真干饭，那可不。对，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所有的宝宝们都在炫粉啊，9点钟过来的话，大部分猫都在炫粉啊。阿宝，这不就离得很近啊，离得很近，可以看到阿宝的小眼神。大家需要截屏的啊，需要截屏需要露脸的，加快啊，加快。嗯，山里果然冷，山里这边都下雪了。走了几步，那是边走边说话，气那个气息调整不过来，所以需要打那个换气，所以需要换气。嗯，对，阿宝还是爱心耳朵，是的。阿宝女儿是梦梦，梦梦在旁边，梦梦在隔壁啊，梦梦在隔壁。对，变桃心了，变桃心了。阿宝看起来更憨一点。现在二号管子是谁啊？你这个主播也不知道，等会儿跟随主播的脚步一起去认，一起去认。嗯，阿宝小时候的视频很漂亮的。阿宝小时候跟那个七仔两个一块在那打闹呢。阿宝跟七仔是一块长大的那会儿，只不过现在也还啊，现在他们还以为是小时候的在那打闹。阿宝记仇不？什么不记仇？不记仇。可怜大伯。嗯。阿宝起来，颜值，阿宝颜值很高的。阿宝怎么姓楼？对啊，阿宝是姓楼啊，因为我们这边有个楼观台啊，楼观台。我们这边大部分的猫啊，要么姓楼，要么姓秦啊，姓秦的跟姓楼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跟随我们的姓白的，去干黄毛。阿宝是不是跟七仔一起长大的？对啊，他们是发小，七仔的姓啥？七仔的就叫七仔呀。二郎和七仔长大是09级的二郎丫丫、龙龙、凤凤。哦，今天迟到了没有啊？今天9:07不算迟到吧？红七公，秦岭男人都帅，七仔当然姓七了，秦七仔、红七仔。对，阿宝好像大一岁多，阿宝大一岁多。我们9点打卡，你迟到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刚才在拍那个视频啊，熊猫幼崽喝普通奶那个视频，眼睛耐看的嘞，那可不。乔乔出来了没有？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乔乔，那个场馆，看乔乔出来没有。完了，这个雪怎么越下越大了啊？不对劲儿啊，宝子们，不对劲儿啊，这个雪怎么越下越大了？现在跟小冰晶一样。二狗爹，对的，现在还在下雪。可以看屏幕里面那些小雪滴啊，小雪滴。我们公园这附近有宾馆吗？是有的。我们这边有3家酒店，还有一些民宿啊，是有的。妈妈爱雪，妈妈喜冷啊，喜冷。对的，冻雨嘛，小冰疙瘩。下雨还是下雪？下雪。小冰块那种。结的这个雪花像雪不像雪的？我想给大家，我看不到。耳朵少了一块，对，这阿宝啊，阿宝，宝总啊，宝总，你们一直想看到阿宝，今天他出来了，还在干饭，这是爱心耳朵，阿宝，爱心耳朵，感谢各位分享，谢谢。照顾是没有了，好久都没有看到阿宝哥了，我们那多看会儿啊，我们就把阿宝看一看，然后二号馆的猫猫播一播，然后我们就去一号馆看看七仔活动了没有，我们去一号馆看看七仔活动没有。阿宝圆润喜欢的肯定帅，哪有粉丝群？粉丝群的话是在那个金鼎四宝文创那个账号啊，金鼎四宝文创那个账号有我们的一个粉丝群，大家想加的可以加一下啊，想加的可以加一下。阿宝也是被头牌咬了吗？这是哪里的竹子？我们后山上的竹子，巴山木竹。我们这边的竹子主要是以巴山木竹跟冷箭竹啊这两种品种来喂熊猫的。阿宝只挑竹叶吃。啊，因为可能是阿宝觉得他这个竹子的竹叶比较好吃啊，这个竹子的竹感爆汁啊。阿宝也是想点眼圈，阿宝这个眼圈也非常有特点，多给二号馆一点镜头是吗？可以的。昨天是本来想要是来二号馆的，结果昨天那个镜架子啪嗒一下啊出问题了，所以就没有来啊。对，旁边有个竹林啊，看竹林啊。今天那边冷吗？下雪了，宝子。能不冷吗？还是比较冷的。但熊猫的话，也平时也比较喜冷啊，它喜欢冷。冬天的熊猫就可能比较更活跃一点，冬天熊猫可能就更活跃一点。阿宝是得了阿宝。
如果是夏天的话，大家估计得来得更早了，因为夏天的话，捋一下啊，夏天的气温如果超过26度，然后熊猫们就会去内场，就会去内场休息啊，他们是洗衣冷怕热的，所以夏天就很难拍到熊猫了。嗯，多吃长胖胖，阿宝长胖胖啊，感谢人气票，谢谢。喜欢我们阿宝的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将手里的人气票送一送，支持一下我们这些可爱的大熊猫，可以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阿宝，期待他们啊！谢谢各位。今天应该穿的比较厚，没有动的哈气，确实。这是阿宝。对，这是阿宝。啊，这是阿宝。对，这是不是阿宝？好，感谢一个小纸鹤，谢谢，感谢各位人气票。二狗长得就像阿宝一样。对，他就是阿。我们请愿，请愿你。